求得五色补天石化身的万化红泥，天尊利用红泥万化之体，封印蚩尤魂魄法坛，谎称百年后会封万化红泥为仙，其实暗下重符，将万化红泥与蚩尤两物用事封印。 蚩尤魔坛，就三个人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你回去禀告师傅，我守在这里。你怎么做啥事都要去禀告师傅呢？看我的！哎，雷震子。 跪下！
幻化红泥。仙家骗我守在这里百年，是时候算笔账没想到，一只纸鸡精竟然有凤凰心，看来是个杂种。喝你一碗血，等于吸几十个人的魂。你不是想救人吗？万化红泥的手镯，没错，我记得。咱们上去问个究竟。哎呀，你回来！啊，你还想被人伏击啊？伏击还伏压呢？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，掩护我！嗯，站住！什么人？你是不是万化红泥的人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往后退！哎，我住手！万花红泥是谁？手镯的主人。他在哪儿？他为什么要抓我妹妹？你可以先把刀放下，我们知道他要去哪儿。子牙，你跟他那么多废话干嘛呀？闭嘴！他在找金陀锤，而我们知道金陀锤的位置。我们有个计划。快说！不是子牙，咱们哪有什么计划呀？我俩确实有个计划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抓你妹妹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你一个人去，肯定没有机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俩可以帮你，帮你救回你妹妹。哎，我等等，我们需要他，他应该能看懂地图。这是金陀水的地图，这片树林你熟悉吗？我在这里住了一千多年了。如果你可以带路，我俩肯定能帮到你。我叫姜子牙，他叫雷震子。妲己，你们要是敢骗我，我立马剥了你们的皮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村儿有问题啊！我总觉得这个狐妖子是个陷阱。你想想，妖怪怎么可能这么好心呢？我说你，能不能不要随便怀疑别人？不过这个村子确实很奇怪，小心些。这不有人吗？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！哦。老板，雷震子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狐狸精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杀你们小菜一碟，费不了这么大功夫。上次要不是子牙子这下山河，
我早就把你给除了。等我逃出去，我随时奉陪。快进屋。杨寿去救他吗？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元始天尊不敢下山的，他下山就会惊动女娲，所以你不用着急。那金陀锤到底在哪个山洞？我用天星盘已经找到了，现在金陀锤就在北山上的赤峰洞里。赤峰洞有人，快走。知道赤峰洞在哪儿，离我们很近。赶紧去叫莲真子。好，走。走。你先往那走，我来引开他。不，一起走。相信我，我走得了。快走吧。
怎么了？没事，咱们今晚去上古禁地寻找洛文谦。如果万花红泥来了，那我和妲己从他的入口去救白凤，你去把法器交给师傅。好。如果万花红泥没有来，或者条件不允许，那我们只能先教法器，以后再救白凤了。好，听你的。 你们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呀？师兄，哎，师兄，两位师弟，师傅派我来抓你们。哎，请谅解。师兄，等等，放下来，带走。子牙，是不是一直有个狐妖陪同你们作伴？是的，师傅，他叫妲己。他正在昆仑山上。 说要见你们，那我去见他。你去把他赶走吧。师父，弟子不太明白。因为仙界不允许有妖。但是师父，夺回金陀锤，他有很大的功劳，而且他妹妹被万花红泥抓了，我和雷震子答应了帮他救人。子牙，你还不明白。 妖就是妖，按照山上的规矩，是不允许有妖的。要不你把他赶走，要不为师出手把他灭了。你想要哪个后果？子牙，你和雷震子没事吧？ 怎么了？你走吧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帮不了你了。你快走吧。 你起初就没有想救我妹妹，对吗？ 你走啊！不要，快走！你既然让我走，好，就当我们没见过吧。 我要谢谢你妹妹。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我也不会恢复的这么快。把她留了这么久，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呢。从现在起，我要为你们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毁灭仙界，毁灭那些骗子。 来，妹妹，我和你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计划。白凤，快跑！白凤，跑啊！万花红泥，你到底把我妹妹怎么了？妹妹也得听姐姐的话。
谢谢。今天是蚩尤复活的大日子，我要你们合力为我护法，我将牺牲自己的肉身供蚩尤之魂居住。只要蚩尤复活，我们。 用我的肉身来承载你的魂魄，我要让那些欺骗我的人知道，得罪我的下场。 天造地设的一样，你醒了。我们得除掉他，我和他的亲妈相连在一起，只有我死。 才会死，这是除掉蚩尤唯一的办法。不，不会的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我去拦着他，你先走。你不要去。
下去。你不会死，我可以救你，我让师父救你，我让所有的神仙都来救你。我要是个凡人，我就嫁给你。姐姐的项链，你拿着吧。我会想念他的。